啊，当然，伫放了，我相信讲，馆长嘛真清楚啦吼。过去呢，你做地委咧选举，馆长的选举，哦，除了这届以外呢，你伫放了乡呢，拢是大赢，啊无就是第一名。哦，啊，这次的选举，这個、选票的变化，我相信讲，馆长你心内嘛真清楚，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哦，因为这几年来呢，自民国103年开始呢，阮放了。有这个永嘉场的申请，陆陆续续，吼，伫共一笔土地呢，啊，这个地号来个分割，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呢，安尼来个申请五场伫遐，吼，啊，这五场呢，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内底呢，啊，我嘛开过真济座谈会，嘛乡亲抗议真济摆，甚至伫网络嘛有人讲甲真歹听。哦，啊，这代志甲进目前为止呢，伫咱的水底寮乡亲呢，咱帮寮乡亲呢，一直呢，拢无法度通理解，为什么呢？啊，这个业者啊，伊都合法来申请，咱县政府嘛来准予，啊，结果这臭味无同解决。顶几天呢，咱进帮寮乡新任的乡长，伊嘛发一张文呢，来予咱县政府，哦，伊讲要来废止本乡。学内哦，乐乐新开成功仁爱和平等畜牧场，取得的农业用地做畜牧设施的容许使用同意书啦吼、哦。当然，伊内底有记真济例啦，哦，包括前任的乡长啊，以早的农委会伫1905年呢，拢含县长有去实地勘查，后面申请的内容呢，拢有差别。啊，我唔知影县长，你到底对这个情形？有了解偌济，啊，这个公诉呢，正式有这个公文发出来了后，咱县政府进咱做保持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是安怎？是不是？咱请县长甲本席答复一下。请县长答复。感谢大会主席，啊，感谢老议员哈、哦，我想我就几个问题来甲老议员做报告哈、哦。第一，伫这个啊，帮了区议会伫顶礼拜已经送去，阮伫顶礼拜嘛已经送去伫这个渔业署，只是渔业署长那个状况还不清楚，所以刚排唔知啊，院长要看啥位是行政院啊，农委会排，所以呢，底下造成一挂误解，这点嘛，甲议员呢啊，讲歹势，因为这个啊，院长呢有较急，啊，所以呢，伫迄个过程内底啊，这个渔业署唔知伊是要去看鱼港，啊，结果也传去遐吼，所以。我嘛伫车顶甲伊请示讲，啊，你卡会，伊讲啊，我就是要来渔会需要制冰厂，啊，需要会拍卖场，伊要来解决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伊是真明确。啊，所以呢，底下唔是要看用质。啊，至于讲用质的水质的改善有与否，这个伊也已经农委会也已经许可吼。就是讲咱伫这个啊北四寮遮规个整个用质区的这个水质的改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真明确，包括监测系统。第二呢，针对着议员长期关心啊，番仔仑甲这个啊大庄这个海水供应站吼、哦，那过去嘛真侪媒体报道，就是咱北四寮遮这个北四溪呢，规个顶过迄个水管，规个冻甲路无多人行，佮甚至影响着排水通行。但如果迄个时阵啦，海水供应站无供应，那无先建构呢？坦白讲，这无人敢去处理这块，吼，因为这百姓的财产，关系到养殖，啊，当然嘛，爱唔爱去影响到通行啦，吼。不过，这个地议员的支持之下，阮已经规划两个大型的海水供应站，分别占了预算2个各的，啊，这个拢是比运丰的海水供应站更加先进。啊，议员嘛要求讲要更加挂生态来结合，所以呢，咱每一座大概拢6亿外。上伫渔业署呢，伫去年初，渔业署拍台讲，伊遐都无钱，啊，我希望会当利用前瞻预算，所以呢，嘛伫议员的支持下，阮阁来送这个啊，我有拜托水利署的署长，把这个沿海用所谓的国土啊，包括沿海的这个景观甲迄个时，即马伫这个水环境，即马伫水利署的信。所以呢，这个部分进度嘛，甲议员做报告吼。那至于讲，坦率啊，讲用一户这个部分呢，
这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公墓用地，啊，有的是可能不按林地吼，这个我来了解一下吼。啊，因为若过去若不按林地，这个不按林地若无解除，坦白讲，遐是一个专业养殖区，就变作违法养殖吼。啊，佮有占着公地来讲，这个不按肯定歹势。这个不按林地吼，我已经以许会名义正式甲咱县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咱县政府转为林务局去。咱专案来讨论这个问题， okay, okay, 哦，这拜托咱泉州这边吼，会当赶紧甲转过吼。啊，这我含科长吼，私底下拢有研究过啊。因为我是讲一寡代志吼，咱先做好事，靠泉州了解啦，需要中央去平去沟通的，靠泉州去了解啦吼。啊，即摆当然这个工作，我非常过去非常感谢咱泉州的支持甲帮忙啦吼，拢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个头绪出来吼。但是就是讲，咱的院长迄天的指示，我嘛感觉伊。发脾气嘛，无唔对，吼、哦！我嘛感觉讲，迄天回去我嘛想规暝要困咧。我讲哎，今仔日做一个代志，但咱就是爱积极，咱就是爱主动，吼、哦！咱拢是替地方在争取，难得呢有这个院长呢，这样样用心，希望这个速度会当较紧，这是喜事，吼、哦！这是咱乐见的，所以讲咱底下会好。好训示几句啊，我感觉对我个人来讲嘛是一个成长啦。吼、哦，这点我嘛是真感谢伊啦，吼、哦，因为这会当讲对着咱未来呢要做嘅工课呢，这个、速度嘅进行吼、哦，我相信讲咱把大家以此共勉啦，吼、哦。啊，当然谈到话呢，啊，我肯定你报告者吼，这进拢在进行中嘅工课，吼、哦，啊嘛是希望讲会当想院长看安尼速度较紧嘅，吼、哦，啊，咱赶紧把这个问题紧解决。啊，即卖就是谈到我在甲你请教，咱即卖公所已经来就组织个养鸡场吼，啊，发出。这个正式的公司吼，给恁县政府，啊，即卖就是讲因就查到，啊，这个养鸡场内底设施呢，含伊原底所申请的有无符合的所在，这已经就违反着伊当初时申请的这个容许使用内底的一个基本的设施，拢已经无共去啊。安尼，我是要请教县长讲，针对公所这条公文，咱要哪来处理？啊，咱公。县长这边、县府这边咧，有啥物作为？好，多谢吼，议员。我想我针对这个乐乐养殖场的代志啊，拄则是议员讲着我回应吼。乐乐养殖场，我想吼啊，议员搞真清楚，咱两个拢同齐做乡民代表啊，帮了就敢若我的故乡。不过我伫去年底啊，因为这个养鸡场的代志，我受到真大的教训，对我来讲是真痛。过去伫水底了解啊，家家户户啊，但是因为这個。啊，大家拢珍惜，但是呢，这因为这内底中有这些讯息的传递是真落差，包括议员嘛无端去受到足济啊，这个人的啊攻击，甚至呢啊讲啊咧贪污分类，我嘛是啊作为一个地方啊民意代表首长，总是爱用公平啊，这个咱会当理解。不过咱一某部分坦白讲，对我来讲是有真无公平啦啊，不过。我心情同款，总是爱面对解决啦吼，袂当自哀自怨啊。人民嘛做决定，啊我嘛尊重。不过我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无变。伫去年议员嘛针对这个问题啊，伫质询我嘛去到议员的厝街迄个附近，啊，甲恁同齐伫遐，迄、那个臭味搁甚至伫遐现伫遐现伫遐伫看吼。所以伫迄个过程内底，我要求是前任的乡长伫两年即大概年半前啊来到。县政府的办公室，请当地水底寮村长代表同齐来我办公室，针对着这个物件，程序因为过去甲开发单过，啊去稽查几落遍，啊去开发单呢，了啊，当事人伊用行政诉愿，用诉愿啊，屏东县政府诉愿书，所以呢，咱搁伫这个行政诉讼时，这个程序无顾着。一年嘞，所以已经啊开两遍活动，要第三遍开，伊到我都啊才吊脚。啊，我要甲议员报告，就敢若讲伊有一个合法的乌托邦驾照，不过伊敢若红灯右转，还是像这个还不及去吊照，去甲吊输这个执照。但地方人一直伫流血讲，就是爱赶紧甲吊照，但这必须要有一个程序，啊，若无我罚单开嘞，诉愿同款管政府个输。但这个程序。今仔乡公所，我伫十天前嘛，请陈乡长、新的乡长，伊伫选举前选当选了，我就甲讲，咱来共同来解决这个物件。但我拜托爱伊来到配合，却无法的程序真简单。过去申请的第一关乡镇公所，
恁认为会使送来县政府，县政府准，县政府照安尼比，农委会准了，你即马认为伊袂使，咱要求咱甲开发单，要求伊改善，伊嘛送申请书改善申请书去到乡公所，去年前年就送，啊一直甲退回，唔甲信，伊就掠这个棒，所以伫遐夹缝中求生存。啊，所以呢，这个庭事我必须要甲处理，到底一场五场，去甲开落了。农庄比都无效果，啊，所以伫这个当中，大家要解决，我拜托乡公所，我嘛甲陈乡长讲啊真详细。恁即卖农业局，伊即卖改善书，迄个改善，规个整个改善，这个程序不管未来走向安怎，伊即卖改善，你若无经过审，你干那一个纸面的意见送来遮，啊我，你无经过审的程序，伊倒去违规，你会同意无？无同意拢无要紧，我嘛同款甲罗乡长。陈乡长同款的讲法，同款，就是咱爱把这个程序搞好。会你要无同意，要同意，安怎拢无要紧，写伫内底。这个意见，伊倒于违规，倒于违规啊！这个物件要求改善，我只我都去要求伊限期。伊若无改善，我才会当去甲告发。啊，这个呢，这个程序，我嘛爱拜托议员讲，是毋是当来斗协助讲？我愿意来解决，我未唔是为着政治选举，但总是这个物件要解决，莫影响趁钱，啊影响居民的，这个感觉，啊，变作呢，啊，变作咱嘛，大家拢无过来去用调参的。馆长啊，安尼针对吼，这个公所发这张公文出来吼，以及呢，恁要求业者所做的改善的计划吼，咱是唔是找一个时间啊吼？由咱农业处这边吼，定一个时间，啊来乡公所，啊你若如果方便，你来通知我，哦啊咱看是要甲乡长说，还是乡公所要找一个会议室来正式讨论这个问题，哦因为这行政的问题呢，有考虑相关的规定，这咱拢解清楚，哦啊咱来讨论一个应该上解合法的方式，哦来处理这件，伊到底会当阁继续？这个申请的同意书是有效，还是爱废止？吼、哦，这咱在找一个，咱是毋是农咱的农业处这边呢？排一个时间啊，通知我啊，咱的公所，咱坐落来，即大家就公事上的规定，咱详细来讨论。吼、哦，啊无今仔日我即阵，我等于我阁甲乡长讲，啊乡长阁写写阁起来，阁无含咱县政的认知呢，又阁有落差，安尼规矩咱当面。哦，大家沟通好势，哦，应该这件工课，如果伊若是违反啊，这个容许的范围已经超过啊，啊是讲伊咱同意的物件，予伊，哦，伊除了同意以外，哦，做无够，啊，佮加做其他的，这个已经拢含原底伊申请的，啊，已经拢完全变样去啊。当然，咱该做安怎来处理，该如果也应该达到废止的程度，哦，咱就大家来做一个，哦，依照咱的法定的规定来做一个处理啦吼，因为这是行政的部分。第二点呢，咱是讲伫遮呢，啊，当然伫唔管咱这个行政处理了，到底是何来废止，把伊这个鸡场废除掉，吼，或者是讲伊会当继续生产，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咱嘛是有缘的，啊，有闻到臭味啦吼，啊，伫这个拜六。当然，咱即时啊，院长来，暗时啊，我阁开一个座谈会。伫这水利中心呢，将这个反弹，将这个诶要求之下呢，吼，伫遮呢，我甲迄天咱开这个协调会呢，我有做成啊，有几种诶决议啦吼，嘛是伫遮甲馆长，吼，你了解一下吼，这是咱这个水利了进目前呢啊，这个居民诶心声，咱乡亲诶心声啦吼。伊讲，过去伫这段时间，即几年，业者含公所地方的民意代表嘛，曾经有协调，因有增加什么水联式设备，啊，伫设备做好了后，敢若有冷水的时间，是完全无闻到臭味的。啊，所以乡亲在讲，这段时间呢，可能因就是有正常在操作因的设备，吼、哦，所以讲啊，这臭味呢，会。降低真多，甚至呢，咱地方无这个感觉。但是除了后呢，就开始每一届呢，伫鸡场产生臭味的时间呢，伊这只的饲并无遐济，并无遐济味啦。
就是到伊大只伫出家当中，尤其是伫个出家了后呢，因为出家伫内底，伊遐个粪便哦，有伊打着、晓着，加下底有清着，掠完了后，因爱做一个动作，就是爱将只个鸡屎呢，马上清除掉。哦，马上清除掉当中，当然你甲晓起来，哦，人讲屎窟啊是愈拉愈臭啦。哦，所以你晓起来，伫装地过程呢，伊个即个养鸡场内底臭味呢是非常严重。但是伊个内底设备呢，因为伊每一场个设备内底拢总有抽风机，伊上面拢抽风机，一边是抽入来，一边是抽出去，所以从即个臭味伫即上严重个时阵呢，甲抽出去。哦，当然，那风不向咱水底了。哦，咱水底红心呢，的规整呢，拢种臭味掉底下，所以呢，互感觉大家呢，鼻了真无爽快，甚至有诶挡未掉，有诶哦，甚至伫网络上讲到讲，哎，吐会安怎样，暗时会困未去，变成脑神经衰弱，哦，即种种等等言语呢，都拢造出来。啊，但是总是一个事实，是臭味，有即臭味是事实，所以讲，咱伫个许可伊即操作诶当中，当然一地。用咱的农业设施要申请，咱绝对有伊的相关设备，以及伊这设备，伊是该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操作？哦，第一就是伊的水林室的到底有得用无？甚至伊还佫有喷一挂除臭的，即个菌也好，药剂也好，伊到底有得用无？因为这拢爱成本。哦，我相信讲，以目前呢，咱听起来养鸡场呢是赚钱的事业。所以讲，用一挂成本呢，卖讲你伫遐赚钱，啊，阮规庄人伫遐咧炒，哦，伫阮的生活品质呢，可能用到这样歹，哦，伫遮呢，我嘛是毋是要来请馆长呢？咱会用个讲，如果是环保局较内行，咱请环保局，哦，啊，以及农业处这边，咱农业处个要求，因为你申请你的放养量，你一场是放养几只，你唔要甲我超放，超过这个数量，因为安怎讲呢？你超过这数量定工，哦，比如讲你申请一场三万只，叫你饲的是五万、饲六万只，你整个五场加起来，当然就大无成长。这个产生的这粪便呢，就等于是超过一，等于嘛是大无的成长。哦，啊，这个放养的时间是不是有来甲咱这个农业处来报备无？哦，亲像阮渔业一定爱申报这个放养量，这个放养量有啥物关系？其实业者嘛是爱报，万不哩以后。那拄啊，阁有禽流感的时，咱的政府要补助，你是要去遐一只一只算，看死几只吗？啊，是要以移动的是放养量，以申请放养量的标准来认定，所以这对业者嘛是一个保障。啊，咱来掌控伊的放养量了后，因为伊才过外月，就会当伊个伊个出家啊，吼、哦，伊个进这饲的速度足紧的，吼、哦，所以种进鸡肉。即真济吼，咱伫遮拢会考虑啦吼，因为伊即使用规定到底是安怎，有时咱无解了解啦吼。但是伊过外月后了后要出家，即出家时间是毋是咱农业处呢？伊这边有来申报无？伫即出家是时间，伊若咱来要求伊爱来通知咱县政府，你即个清理粪便即个整个的过程是毋是会当请环保局去遐甲指导？应该安怎来处理？如果你规景拢做臭的顺心，是万一把这个空气抽出来，你先做一挂除臭的动作了后，哦，咱是不是把这个臭味，伊总是伫空气中会慢慢哦去稀释伊，哦，了后甲较无味的顺，你以后后壁你要阁整理你的鸡条，你要阁放新鸡。哦，然后你看要空气要流通，才好流通。你唔要伫上潮的时阵，从抽风机甲抽出来，抽到我规砖头臭牙牙。哦，即我感觉有一挂操作的部分吼、哦，是毋是请咱管事这边相关的主管单位来掌控伊即个养鸡的时程，甲伊的数量，哦，以及呢伊即清理的方式，哦，甲即、这个哦即、这个臭味产生的时间呢，是毋是卖做出即个抽风的动作？吼、哦，我感觉一个监督的工作，吼、哦，因为过去吼、哦，我相信讲咱的科目场真侪种啦，嘛慢慢是因为本来呢，咱屏东县就是农业县啦，吼、哦，即农林渔牧的行业吼、哦、是上界基础的啦，吼、哦，但是
遮大场，数量遮侪，并无介侪啦。所以咱迄个过去，咱对猪，咱嘛是采取这个动作，哦，这個、超过几千头以上的，咱就是要纳入重点管理。即摆这个养鸡场，既然地方有产生这个问题，而且困扰阮地方四五单啊，咱是毋是为了伫这个伊这个吸，这个吸养的过程中？哦，咱来掌控伊的臭味，伊是如何产生，伊是啥物原因来产生，伊要来处理这个粪便的时间是上臭的时阵，这个地方的设备是毋是袂使用？啊，互伊除臭了后，经过几天了较无味啊，伊要阁放养，伊为着伊的家食，要阁来继续饲养，所以伊空气爱流通，迄当阵较流通就好。伫你这个还未放鸡之前，以及你清鸡屎。了后这段时间，拜托伊千万唔通阁把臭味抽出来。哦，安尼我相信讲，哦，咱种人是治标，哦，先治标，了后再来讲治本的问题。当然，伊若会当有好的设备，就过去，伊设备用好，啊，会当两四五个月时间，顶少两水的时间，就无这个臭味来产生，地方嘛袂甲反对。但是尾啊，每一水过外过就臭一摆，过外过就臭一摆。这实在讲起来吼，住伫遐的人吼，真正是非常的袂堪一啦。吼，咱嘛，咱这个用温度已经达到临界点啊啦。吼，所以讲，我希望馆长，咱一定要有实际作为。吼，咱今仔日吼，伊是合法的时阵，咱当然一定要来甲辅导。吼，甚至呢，要强力来甲监督。这对百姓，唔只有一个交代。当然过去大家支持你，即摆当然唔是你完全无票。嘛是还阁有完真侪人支持你，吼、哦，啊，唔是讲支持甲无支持，这个问题本来伫咱地方产生，咱省里民意代表，咱省里地方的首长，咱就是有这责任，咱责无旁贷，爱赶紧去处理这个工作，吼、哦，这个臭味的问题呢，会当达到解决的方式出来，吼、哦，这个臭味好无去，咱安尼呢，业者甲地方，咱大家共创双赢啦。那如果伊一直无当改善，哦，比如讲，伊今已经放养鸡只，已经超一两礼拜啊，应该阁超两三礼拜了后，伊就出家啊。我希望咱个农业处呢，掌控伊出家的时间，咱要求一定爱甲报备伊当时要出家。哦，即伊个鸡只伫处理了后，产生遐个粪便伫内底，咱先来了解即安尼臭味是差不多偌臭。好、哦，我希望咱馆长会当做即个动作。伊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哦，伊阁把遮个粪便清理了，因会打包起来。迄、那个当中有偌臭，咱嘛来了解一下。哦，啊，到底业者伊是用什么款的方法，为什么款的规针头会伫伊这个时间，当时的迄片的臭味，是阮为伊的设备普遍伊有装的，人伊甲了测评甲了解。是因为伊长草的时间，甲风抽出去，吼、哦，甲风抽出去。如果伊都无放养，吼、哦，伊只不过是清，甲鸡屎清了草，伊是伫室内草。至于用出迄、那个预算出来外口的，毕竟有限啦。吼、哦，咱唔敢讲袂草，但是毕竟有限。所以阮希望讲，咱环保单位，咱农业处这边，是毋是馆长，咱会当先来甲监督伊的整个过程。哦，是毋是有啥物较好的操作模式？伊个设备到底伊有真正伫使用无？哦，我相信讲，伊个就算讲遮个动作做落，即加开嘛无介济啦。哦，一个场个运作，你敢既然一个外月一年当会当饲六水至七水，一年当会当有遐侪钱通赚个一个事业，我相信讲你加开几十万啊，加开几万块，应该呢。这嘛是咱做事业的人爱有的良心甲道德啦，吼、哦！啊，我也希望讲咱馆长这边呢，咱嘛会当好啊来甲辅导，甚至好啊来甲监督，吼、哦！咱如果有去看到这个情形，当然咱会当请伊若如果讲外人无爱往入去，咱嘛无爱入去甲了解遐济，吼、哦！但是至少咱政府单位要入去，当然伊讲伫养鸡之期间，伊是防疫期间。啊！你防疫期间咱卖入去，但是总是你出家了、哦，咱就是有臭味的问题。臭味的问题，当然咱馆长嘛是要介入。哦，当然咱馆长嘛要了解到底业者伊是安怎操作。哦，因为咱这有停有操作停水的物件，咱
买一台车，你会当甲开三十、开五十，你嘛会当甲开一百、开百二啊，对不对？哦，所以讲这個操作的情况，我认为讲这个动作，咱是不是环境这边应该爱加强力来甲监督？哦，当然，至于讲伊所违反的，咱乡公所这个部分，哦，咱有哪爱做得好啊检讨。如果伊能咱改善，哦，我希望大家也能共创双赢。但是伊呐，如果无法能改善，比如讲，伊得进放一水落啊，好，我甲看，当甲你饲甲大只，你只鸡啊要掠，掠了后，迄一礼拜的时间就是上差的，哦，不管是拢飘出非常非常让人恶心的臭味啦，哦，真的是真的啦，哦，所以伫即届咱请管政府用恁上届好的监督方式。来甲监督一摆，吼、哦，来试做一摆，看安尼会当改善未？吼、哦，如果那无改善，吼、哦，这是阮拜六坐单位，拜六暗坐单位，阮庄头共同的决议。第一摆，那如果会当改善，咱去看第二摆。第二摆来当改善，当然第三摆就一定会当改善啦。所以伊操作问题，包括伊设备，包括伊人愿意去消毒，包括伊操作的程序，那如果拢符合，吼、哦。那这个臭味袂影响到砖头，那安尼大家就相安无事。那如果讲伊即届哦，咱你看到了有臭味，阮地方唔是无巴长，我你阁有一摆机会，第二摆咱同款阁用安尼的监督方式去了解伊整个鸡场的生产、饲养这个程序了后，第二摆那无法度阁监督哦，安尼呢？我们地方可能就自力救济啊！哦，自力救济，我相信讲馆长就听我，我绝对会采取真强烈的抗争的方式。哦，因为我已经时间给你啊，给你四当话。哦，最后哦，这四五年来，你讲你进前无经验，吓，你进前设备无够，但是你这四五年来，你嘛赚介侪钱啊！我希望讲伫这两水的当中，咱得把这臭味问题来解决，这是咱上五万的。那如果无当解决，阮地方的人嘛无爱搁再继续忍受啊！吼、哦，阮绝对会采取强烈的抗争，为着要保护阮地方这环境，阮一定伊若继续吵，阮就一定想尽办法，甚至得甲赶出去，甚至就是不爱放养，甚至就是爱安怎样，就算讲对着伊，包括伊早真济咱的保护警力拢咧支援，反正我直接先甲你讲，吼、哦。电工电工在抗争的时候，哦，请你忙搁调这检察机关来支援啊！因为这会乎百姓愈反感。我相信过去咱拢行街头出身的，哦，有个人看到警察，伊就愈调，甘要愈好愈有代志。咱伫遮呢是要解决问题，咱唔是要闹代志。其实我甲你讲一个上简单的，我慢慢去街场甲抗议啦，哦，迄地形我相信可能你嘛真清楚啦。对我连到倒道路，干一条尔嘛，对无？干那一条尔嘛，这条路若未当出入，你甲看，伊个鸡要哪入？哦，伊个饲料要哪入？伊个人员要哪出入？所以讲，这唔是无法度甲处理，是咱不爱用这款正两败俱伤的方式。但是呐，如果伊是故意要趁钱，伊一直无爱改善，甲阮地方在受害。安尼歹势，哦，伫咱做民意代表的立场，本色一定带头抗议，哦，啊，如果呐，我相信讲，馆长，那你咧讲个，咱自代做代表熟悉较紧，咱二十五档啊，咱只要决定要做个代志，就算付出代价，我嘛是一定爱做较到，哦，我嘛一定会做较到，哦，所以讲伫遮咧，我先甲馆长表达着阮地方咧，啊，即目前大家心声。咱也希望吼，馆长你会当了解，所以伫这边呢，伊要出街当中呢，我希望馆长你会当亲身带队，吼、哦，带咱的农业处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主办科长官，这些主办人员，以及咱环保局，这些所有相关的这些科室的人，去甲实地真正甲了解，吼、哦，馆长你第一届，我伫遮吼，诚心甲你建议。哦、希望你真正在地方来了解一下，唔通让咱这类人讲咱过去呢，
遐尼支持的人，伫咱水利寮需要你的时阵，你拢无爱的，吼、哦！啊，我相信讲你对，吼、哦，绝对无安全的问题，吼、哦。那如果有安全的问题，我来讲，我虽然唔敢甲你讲出问题，我会当甲你负责啥，但是你出代志，我绝对甲你讨价价，吼、哦！甚至我付出我的生命，我都会保护你的安全。我希望你会当亲身带队落来。哦，咱从这个问题彻底来解决。哦，管理你看了无？多谢啦，吼、哦，议员是不是？我来回答一下好无？吼、哦，就是讲多谢。我想屏东是啊，治安还佫还安全哈、啊，不至于讲啊，迄拢无可能迄落啦。吼、哦，我当然感谢议员的关心吼、哦。不过大家拢是为公咧服务啦。啊，那么为公咧服务当中有无同的立场角度？啊，当然有个人啊借机啊，就伫遐啊散步。啊，达到伊家己的目的，但我想，咱拢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徛伫地，咱拢徛伫地方的发永续发展较重要。尤其水利寮过去甲我，大家咱拢足清楚，迄个感情，甲而且长期搁伫遐，咱的农民也较朴实。但我一再爱甲议员报告，甲大会报告，就是讲合迄个业者的合法性甲保障，但袂当为着要趁钱，你合法，你就当违规违法。所以，但拄仔咧讲，乡公所即趴就是讲，我必须照程序来处理。第二呢，拄只议员讲有残茎软水，就是咱要求环保局、农业处同齐，请一挂学者去要求因安怎增加设备改善。的确有改善，但你又搁开始安尼，甚至人为的操作，啊是机械，或者是这个啊，所以你讲益生菌也好。啊，饲料啊，是臭味、水帘式，即若出伫人为的迄落，或者是有超用，即、这个部分呢，我想伫确保法未来，咱即个登记者即个超用的部分，阮来检讨，即、这个有建即、这个真有建设性。那另外就是讲，我必须去限期真设施即水，那个按照限期，伊要去改善，伊若无改善，当然就惊向大家所想的即、这个较迄落的迄落，就是讲。确保我内底必须违规三遍过，我才会当甲吊照。啊，所以我嘛啊不排除安尼做，但要安尼做，我必须要有一个依据。因为去年、前年就是安尼做啊，结果伊溯源尔，即个甲咱是较激烈的做法，即、这个甲议员报告。当然，伊乃当为伊乃当受到咱的辅导来改善管理，来改善。我相信咱大家当和平共存。佮而且我伫迄个附近吼，唔来即场。周遭几啊场露天式的，咱拢有去查有去看吼，啊，去确实遐伫露天式的一几场嘛有一个问题，啊，所以咱就一直要求落去政府度吼。反正我知影你对这代志吼嘛真有心要来解决啦吼。即摆咱就是讲，无咱当然咱要来讨论一件代志的做法，咱总是要有一个结论啦吼。是。乡公所这个公文发来，咱就是。依照恁的法定的相关的规定，咱找一个时间，哦、okay. ，是毋是麻烦咱农业处的，即个主办科也是处长，哦，有时间排一个含乡公所约个好势，啊，通知阮民意代表，哦，啊来大家协调。至于现场这个部分，我希望讲，馆长你能亲身来走一转，让阮的百姓了解讲馆长的迄个决心，哦，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哦，当然，听书咱知影。伊爱违反一摆，你个开单，那这单违规是成立的，予限期改善。第二摆无改善，佮开一摆单，佮限期改善。第三摆，你才会当要求伊停工，去伫佮改善为止，才会当开始复工。这程序咱拢解清楚。但是我要甲你讲一点，就是我打岔一句话吼，共款这个程序伊嘛足清楚。滨北地区只武陆溪大概有七个堤场。就是因为咱限期已改善，一直无改善，连续三摆，咱吊销这个市场，诶，这个就是安尼啊。这我知影，所以讲，除了咱政府的规定，咱当然，咱政府一定要依法行政，吼、哦，伊合法申请当然有伊的权利，但是阮地方嘛，阮的地方的生存权，当伊到这个四五年来，无法当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唔是讲伊今仔日申请，我着要求你安尼来叫你甲监督，安尼，我无理，吼、哦，我着不明事理，啊、哦，我着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是，伊个是已经伫个起四五年啊。吼、哦，这个问题吼无、哦、解决，一直伫持续中，吼、哦，这是进行式中啦，吼、哦。所以讲，伫这个要处理伊这个臭味，咱只不过是无爱臭味，这是重点。当然，你若当个废气，这都是完全无可能产生这个问题出来。如果未当废气，伫这废也是爱会当废气进行这段时间，伊嘛是依然伫使用。在这使用的过程，咱是希望咱公、咱管政府除了甲辅导以外，嘛爱甲监督。哦，在伊上重要产生臭味迄个时间，我希望管理员能亲身带队队实地了解。一摆过了后，咱来看后一摆，哦，两摆时间，哦，如果你带队亲身带队队了，都有改善啊，咱乐观其成嘛，哦。咱嘛希望伊安尼嘛，吼、哦，咱希望伊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带队落、监督落，如果佮伊同款有这个问题，佮第二摆咱佮予伊时间，当然你反正是发公文，咱地方是以伊的使用的一水，咱的容忍度就是安尼。吼、哦，其实咱的政府的规范、法令规定嘛是安嘛，两摆机会予你嘛，第三摆我就是要要求你停工啊嘛。对吧？哦，要求你爱改善好，你才能够复工嘛。所以我嘛同款，我地方给伊两水的机会嘛，对吧？如果两水你无能改善，我当然我就无欢迎你过来饲啊，对吧？那我讲今仔日你伫遐，你咧吵，你会当请工人伫遐咧闻臭味呢？啊无，叫业者可能同款来遐住啊，对吧？你若讲感觉同款遐住，你有法度忍受这款臭味，哦，你来住嘛，哦，对不对？哦，大家共同来去了解到，到底这个恶劣的环境有到底像我讲的安尼，还是讲业者讲的讲，爱的有些比如啥，拢总都无味。哦，对，咱唔免争执济。哦，咱就实地来看，在这个产生臭味迄段时间，哦，馆长你随时会当，哦，若有闲，咱就招这相关单位工业处、环保局这些人员来了解，哦。甚至因啊操作的过程，有时啊工人贫惰，哦，当然头家是一定希望保上好啊。上要做头路，常常讲话，哦，这咱嘛了解伊的心情。但是事实的产生啊，咱地方的反弹遮大，啊，经过遐一摆抗议，啊，甚至讲一个较，我住嘛伫头前尔，有五架警察车，迄款游览车型的大型的，停伫我住的头前，我拢看甲一清二楚啊。对不？甚至我讲就较坦白，警察比抗议的人较侪啦。有一个机场的抗议，有法度武甲保护来支援吗？对不？敢有必要？如果你今日若无味，送去该抗议，人哪要抗议北京？人要抗议北京？哦，所以讲这咱希望馆长你找一个时间，因为伊进过差不多两礼拜外，哦，我相信讲，你若如果讲下早咱阁有，迄时阵还阁有咧开会，你着找一个下昼的时间去看。好，哦，啊，咱农业处这边是毋是来要求业者，伊当时出价，当时入价，哦，出价时间一定要咱农业处了解，哦，咱着随排时间，哦，啊，甚至下当业者咱尽量善意后面沟通，哦，你当时要清你这粪便，哦，你当时要清。我要来了解恁安怎清，恁清了的臭味到底有偌重？伫室内是偌重？恁有抽风甲无抽风有啥物差别？哦，咱从这细节了解了后，将来咱要安怎业者沟通要求改善，咱有一个依据，唔好各说各话嘛。哦，你讲无我讲有，你讲无我讲有， yeah. 啊，你讲行政定数，啊，遐着五场，啊，你讲到底是对一场产生问题？这安尼拢没完没了啊！哦，啊，咱得抽丝剥茧，哦，咱得把一个细部的动作，咱一人一人，哦，真正去甲了解。那亲像咱顶届我开迄个九月初六的时阵，我有开一个地方的座谈会，咱农业处有派一个专员过，伊讲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对，啊，但是无法度解决问题。伊讲，阮农业处当然是徛伫辅导这农业，无唔对，咱的农业需要辅导。但是对着地方有损害的时阵，那敢讲你要甲辅导我来损害阮地方吗？对不对？所以我讲伊讲这句话对，阿嘛唔对。哦，当然啦，是正面的时阵，咱就要更加甲辅导。
甚至伊嘅物件，咱去替伊拍广告。咱馆长，我相信馆长，你对这农业产品，你嘛是真用心在推广啊，对不对？但是伊造成地方这困扰的时阵，咱即当阵希望你馆长会当跳出来，亲身到现场来了解。咱唔是讲，这唔是在作秀，因为选举过啊。哦，你嘛两任啊，将来你有机会是入阁尔。哦，啊无你就是等下做一个老百姓，对不对？哦，啊当然。在你在做馆长当中，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嘛。当然地方有需要的时阵，我希望馆长你会当亲身站出来。哦，这个、安全的问题你免烦恼。哦，我相信讲你的驾驶嘛，无遐歹啦。哦，好，咱找一个时间，在即个出价过程当中，农业处长拜托你，你甲业者沟通。哦，出价时间给咱县政府，咱县政府安排时间来看因实际操作。包括环保局，即个人员拢爱对。当初时，咱伫核准伊的时阵，伊只下只废气，迄个即粪便要怎清理，要怎善后，要怎消毒，我相信一定有相关的规范嘛，是有相关的程序会处理嘛。啊，你即摆现场的工人是毋是有了解无？咱毋知啊，对不对？若无了解，应该来叫因来训练。环保局就上到这步的啊，违规啊，就叫人家工厂派人来训练工薪嘛。未晓我来教，会晓啊，这叫做辅导嘛，对不对？啊，伊若有遐机械，无人会晓操作。反正啊，你啊看设计啊，佮开一亿嘛无效，莫讲开一千万，是啦，对不对？你讲买一只法拉利，啊，佮开加几只车库，啊，佮放伫遐看水的看爽的，将来莫使上路，安尼佮有甚物意义？所以伊在讲，教育者所讲，伊都已经有生意开设备落啊。但是伊设备操作有人还要操作无？我即马真正打一个大问号，非常的怀疑。哦，啊，咱嘛希望讲咱馆长是毋是来真正看伊的设备是无人还要操作，还是根本伊的设备是咧应付你检查？哦，咱希望真正去了解问题，哦，这是重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啊，我希望馆长你找一个时间，哦，因为你今日开会较袂，下晡拢较闲啦，哦，要排时间可能较好排啦，所以伫即水可能只个剩两三礼拜，吼、哦，咱注定拜托你甲业者沟通，即个出价一定咱馆长爱去甲了解者，了解因整个处理的程序过程是安怎样，即臭味是安怎产生出来，哦，咱对症下药。哦，莫大家直接用讲的，哦，用讲我都解决问题啦。哦，网络烧未死你啊，每个非常个歹听，每个咧烧过啊。哦，当然，以咱在处理代志，咱无希望哦去讲个人的人身的攻击。咱今仔是针对地方，哦，咱就事论事，咱希望这臭味无去。啊，要用啥物款方式？啊，咱馆长这边，馆长这边相关的主管单位，咱应该采取啥物事？啥物款的动作来要求业者配合？如果伊若无配合，咱就咱的法令规定，就证明伊已经违反法令的规定啊！一摆、两摆无改善，第三摆你要甲撤销，你要要求停工，咱拢于法有据嘛？哦，啊，你咱嘛，让业者哦，伊心服口服嘛，对吧？啊，你若用谩骂的，啊，底下用吵的，迄无都解决代志嘛？对不对？做人身攻击的这款代志哦，我是感觉讲。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啦，这是在讨一个妄愧尔啦。哦，啊，所以讲，咱希望馆长伫这届呢，啊，伊积水在池的当中，哦，好，咱就等伊大只，可能只要剩两礼拜至三礼拜时间，伊的鸡也就会当卖啊。哦，我希望伊卖了的时间，哦，我阁再一次强调，处长，这时间你要精准的掌控，伊啥物，伊出鸡，伊只鸡也卖出去了后。伊个粪便要清理，因为伊含一间厂商拍契约，哦，即内底公用所的定金，迄个处理内底拢有付，哦，处长，我相信你有收到这份啊，哦，即份你若详细甲看者，伊内底有一个厂商，伊有含伊拍契约，到底伊是啥物时阵要清，伊清的情形是安怎样，产生啥物款臭味出来，哦，希望恁去了解，啊，你若上好。是阁叫公所这边的遮的公务人员，哦，
去现场看，吼、哦、啊，甚至呢，吼、哦，我讲一下，阮水利了三川的船长，因为因即个三川拢同意啊，所以这三川的船长是安来同意啊，连任同一个是新任同就同意哦，两个连任同意，表示因的做人处事伫地方大家会当个认同，因的做代志是公正，所以你咪当邀请我的船长去。因为今天是我伫遮伫当面质询的，吼、哦，啊，我是感觉讲有介大个改善，一定爱改善的问题介济，所以我去算有失公允，安尼我卖去无要紧，吼、哦，咱嘛邀请地方三个船长，含咱乡公所遮个承办人员，也是科长，啊，以及咱县政府，吼、哦，咱主管机关，吼、哦，主管官啦、啊，吼、哦，拢总做伙来了解伊实际问题。好、哦，咱来做一个现场的勘察。好、哦，啊，我希望馆长你来带队。安尼，馆长你敢有啥物问题？无问题啦。我想这个迄、那个卫生局加不环保局加这个农业处呢，同齐去啊，而且到乡公所呢，针对乡公所这个门来，啊，咱呢来遐规划到这应该吼，这个啊，嘛当尊重安尼，大家较清楚啊，这个程序安怎创，安怎程序安怎来行啊。表达的意见要安怎来做？这个我想，这个我来处理哈。是啦，过去吼，我都讲上简单的啦吼。吼、嗯哦，咱这个一段时间啦吼，来讲一个过去咱的处理代志的方式啦。吼、哦，过去咱讲恒春有山海啦。哦，你恒春人嘛，这过去你嘛拢家己头前在拼在冲的，吼、哦。但是咱嘛开空听会啊，咱嘛是邀请这政府的相关的官员来协调啊。吼、哦，协调了，无达到咱的理想。咱就抗议啊，对不对？哦，核三厂的抗议，包括三军连跑抗议，哦，包括咱昆定公园的抗议。我相信讲，馆长，这就是你插政治的开始嘛，对不对？当然是你嘛是为着这恒春的三害，每次处理的选举的过程，包不是讲选举你才在讲，你平常时啊，你也非常注重这三个问题解决，一直到目前为止，大家一个妥协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咱嘛希望这个家长，咱用介正式的问题来甲看待，吼、哦，唔好一天拖过一天，吼、哦、啊，这个问题你无解决，永远呢，这个百姓拢不服啦，吼、哦，百姓永远都不服。啊，你亲身来了解一下，吼、哦，啊，以后你要指示这个，咱有啥物步骤来甲厂商辅导，伊若会当排除这个臭味，来继续生产，继续赚钱。咱嘛欢迎，如果伊若袂当解决，咱是毋是请伊？吼、哦、好，啊你着嘛讲一个上简单，你投资遮即四五年啊，差不多回本啊啦，嘛无了着啊啦，该卖去永远地方，你着好甲废止，吼、哦，若正经法庭已经达到迄程度啊，着等甲废止啊，咱着甲废止掉，安尼咱即个问题就拢解决啦。是，吼、哦，我相信讲过去咱用处理恒春山害迄款心情，甲迄款做法。哦，咱过来共同拍拼一摆，哦，会咱把这个问题解决。毕竟水底寮、哦三川，包括内寮、新开、古川，哦，这总共加起来嘛七八千人，哦嘛七八千人，这毋是少数人。你袂当因为你一场伫遐，影响这个人的生活品质，影响到阮的生存的管理，哦，甚至呢真济，包括咱管路的官员啦，吼、哦，咱卖指名上啦，吼、哦，啊，甚至我真济朋友啦。人讲，若真正去咱这国地国外较先进的国家啦，这种场真正有这款味，早人就赶出去啊啦。哦，甚至放了过去，哦，咱咧行街头，这老先輩啦，讲一句话啦，讲若真正是安尼哦，若较早咱早期哦，哦，鸡仔鸟就到无半只啦，人咧厝拆啦。哦，但是咱已经进步啊，咱希望真正来解决问题。哦，阿进馆长你嘛执政啊，哦，啊，我希望你的行政权会让真真正正来落实，哦，啊，让业者来改善，哦，来改变这臭味，哦，将这臭味完全来甲排除，安尼馆长，哦，我请你这段时间，哦，咱都要做健康好势，哦，再一次强调啦，吼、哦，你一定爱倒来，好，哦，你一定爱倒来，好，哦，至于你倒来迄天，我相信讲帮了杨定进伫遮，哦。你若发生任何问题，我相信帮了方局长哦，伊就抓得蛋啦。没啦。哦，所以讲，这应该地方介希望哦，你会当在遐亲身看一届。
吼，电影介希望，啊，伫遮我嘛介诚恳甲你邀请，吼、哦，啊，如果你若有啥物安全的顾虑，我来讲，我绝对，但如果我看到，吼、哦，我一定第一个替你挡，吼、哦，我会随时站伫你边啊，吼、哦，如果人有要对你不利，我随时用我身躯替你挡，无要紧，吼、哦，我相信我洪局长今日冇来。哦，对啦，多谢啦，议员，多谢啦，不会啦，反正你放心啦，你所办的最低了人，不是叫你不会请，没啦，哦，至于，啊，所以讲希望你真正插队对吧？哦，好啊，来了解这个问题，安尼好唔好？好，哦，安尼而且，哦，我就拜托咱农业处掌控时间，哦，啊嘛拜托咱馆长会当真心插队，哦，啊，招咱公所这相关的这科长。甲主办人员，甚至乡长，啊，阮最低了三川的船长，吼、哦，拜托一个名单，你着问老伊，吼、哦，三川的船长伫阮最低了绝对有公信力，因出来所讲的话，我相信讲因绝对袂胡白讲话，吼、哦，无伊着讲阿未选过去，第一摆出来就同意啊，吼、哦，这种人就真少，嘛无介少讲船长安尼做甲会当红人同，讲无人要伊竞选，伫阮最低了即个三川的船长拢同意竞选。所以讲，这个三个船长绝对有公信力，所以你会当邀请伊去看，而且因嘛唔是迄款博士的个性。了解，吼、哦，就是。即我相信讲，你做船长，你对这三个船长嘛有所了解啦，吼、哦。啊，别伊看出来了，公所这边看完安怎样，三个船长会看完安怎样，以及你管政话讲完安怎样，即大家百姓都拢会听到，吼、哦，让百姓真正去了解，咱政府是用啥物决心要来解决。哦，这个臭味的问题，嗯，哦，安尼好唔好？好，好、哦，安尼伫只就先甲你感谢啦，吼、哦，啊，本身咧，啊，今仔日咧，即阵的时间就到这，啊，大家辛苦，吼、哦，啊，伫这段时间咧，我相信讲真济私底下，啊，本身拜托的代志咧，咱各科室、各处性咧，嘛拢有甲本身到完成，吼、哦，啊，伫只再祝大家感谢，吼、哦，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刘淼松议员。